弯着腰和李明嘘寒问暖。北投中庸里长黄许明展现亲和力，积极向民众拜票，希望大家再给他机会，继续为大家服务。我服务一样，不分党派，不分族群。经过了1700多个日子，说实在的，我坚持的还是一个四个字：李明当家。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，不少支持者纷纷献上祝福，还有多位市议员参选人亲自到场相挺，细数黄里长的政绩。头一项就是咱家公车较方便啊，第二项 U bike 嘛来到咱社区啊。未来的十冬是咱北投发展的关键十年，关键十年，让少年辈继续替大家来招总服务。让阿明跟思瑶继续替大家代言。活动当天还邀请在地乐琴队上台表演多首曲目，现场也备有可口的点心，让大家尽情享用。看到大家热情的支持，黄许明强调，如果连任成功，将继续秉持李明当家的精神，为社区尽一份心力。记者尤祥廷采访报道。